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道德观察》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孩子》。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先从一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父子说起。这个父亲呢叫李科，儿子叫李宇轩。您听这名字，宇轩，气宇轩昂，这您能体会做父母对这孩子的期待了吧？但是李宇轩得了先天性胆道闭锁，别说气宇轩昂，连活下去都是个问题。为了救儿子，李科也几度英雄气短。明天就要手术，我等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只要小孩好，我什么付出我都愿意做，对，哪怕给我身体的一部分给他。李科的儿子李宇轩已经1岁9个月了，他看上去皮肤黄黄的，连眼睛都黄得令人叹息。而这些症状都与小宇轩出生不久就被确诊患有一种叫做先天性胆道闭锁症的病有关。听到这种诊断结果，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晴天霹雳。李科和妻子都快要崩溃了，这种病在他们听来几乎就是绝症。此时孩子的病情又再次恶化，医院下了多次病危通知书，周围不少人劝他放弃。这样一个出生的生命，我们给了他这个生命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然后他只过了27天，连一个就是说中国最传统的一个就是说满月都还没有过，然后怎么哪里有理由要放弃他？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孩子还在就会有希望，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轻易放弃。当他们听说有一种手术能治疗胆道闭锁，便毅然决定将不满2个月的孩子抱出重症监护室。他做了检查，星期四做了葛西素，手术后3个月他就完全退黄了，那个皮肤就不黄了，然后都挺好的。手术后小宇轩似乎完全康复了，看着孩子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常，夫妻俩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这时他们却得知葛西手术彻底治愈胆道闭锁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有20%-30%人呢还是可以完全好的，我们就希望他是这个20%-30%。不能康复的消息无疑让夫妻俩原本已经放下的心再次提了起来。那孩子的情况会怎么样？那时候心里面就是一种这种状态，就好像我随时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就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定时炸弹它能够到什么时候引爆，这个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的。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科夫妻俩曾经有过的疑虑和恐惧渐渐地淡忘消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通过那次葛西手术已经摆脱了死亡的威胁。除了吃药以外，然后其他发育啊都跟正常小孩是一样的，也是6个月长牙，8-9个月会叫爸爸妈妈。为了尽快还清孩子上次看病欠下的债务，李科去东莞打工，林杰琼一个人在家照看宇轩。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小宇轩整整1年都没有得过感冒，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完全脱离了险境。然而不久之后，小宇轩的身体突然间变得蜡黄，肚子也鼓了起来。医生检查后告诉李科夫妇，这是因为小宇轩的先天性胆道闭锁已经导致肝硬化的症状，除了肝脏移植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就说借的一些债都还没有还完，然后现在家里面基本上钱已经没有了，然后当时就和妈妈商量，和小孩的妈妈商量，我就对孩子说，说我们真的就说当时就说宝宝不是我们不想救你，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不到2岁的孩子听完这些话后，一个人趴在床上默默地流起了眼泪。就看到他那种眼神，看到那种求生的眼神，求生的意志的时候，你做父母的然后到这个时候又不可能放弃了。就在夫妻俩眼看着孩子一天天忍受病痛的折磨，感到自身极度的无奈和无助时，
善良的人们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好心人告诉他们说，上海仁济医院能够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了上海。上海的爱心妈妈们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还主动帮助他们募集了治疗费用。因为每个孩子他或者每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上，他都有权利生存下去。你不能因为你是他的父母或你是他的某一些人，你左右他的生命。你觉得因为某一些经济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你放弃？结束手术。五六点钟的手术结束。医院在确认孩子必须做肝移植的同时，也决定免除他们一部分的医疗费用。我觉得呢，能够帮他们一点，或许就挽救了这一个孩子，同时也挽救了这一个家庭。小雨轩的状况已经非常差了，由于肝硬化加重，他每天晚上都会因为发烧而难受的睡不着觉。医生告诉他们，如果再不进行肝移植，雨轩的生命可能只有一两个月了。可原本准备为他捐肝的妈妈，却因为血型不合被排除了。当爸爸苦口婆心地说服家人准备给孩子捐肝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李科被检查出有比较严重的脂肪肝。当时医生就给了我一个时间，让我在一个月之内做跑步的锻炼，然后通过跑步然后来减掉脂肪，就是说从而达到手术的标准，给孩子一个就是说可以手术的机会。这以后，李科一天好几次上下14层楼，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一天3次跑10几公里。刚开始由于跑得太猛，脚一下子崴了，肿得老高，可他贴了2天膏药又接着跑，整整一个月他都没有吃过一口主食。有时候我看他有时候都差点晕倒的那样子，我就想给他吃多一点嘛，有时候给他，有时候我帮他盛菜，我盛多了一点点，他就说我，他说我想害死他们两个，他说他因为万一他减肥不成功的话，孩子就没命了。一个月后，李科的体重降了近20斤，脂肪肝也转为最轻度。6月9号，李科与儿子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最终手术获得了成功。小雨轩的父母不管多艰难，从来没有放弃救孩子，这是血缘关系，这是本能。但是为了救这个孩子，有很多爱心妈妈也在帮忙出力，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每一个孩子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他没有钱就放弃对孩子的治疗。疾病面前，孩子没有办法做出选择，能选的还是大人。选择坚持就拒绝了放弃，选择关爱就拒绝了冷漠，这是大人对孩子的奉献，也是生命对待生命的高尚行为。2011年2月，50岁的广东河源妇女骆如娇频频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并且一见到亮光就会呕吐。她的妹妹骆美娟赶紧带着姐姐去广州就医。医生诊断其患有脑肿瘤，必须立刻做手术才能挽救生命。但是20多万元的医药费对于骆如娇姐妹来说却是个天文数字。骆如娇原本居住在河源市龙川县车田镇，家境十分贫寒，丈夫在2010年又因病去世，她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便来到了河源市，将13岁的儿子小骆寄养在妹妹家中，自己则带着15岁的女儿做保姆谋生。这个房间就是骆维科住的，这个房间就是我住的，这个里面就是磨豆腐的。
妹妹骆美娟是以卖豆腐为生，经济条件也十分拮据，没有钱治病。骆如娇的病情急剧恶化后，无奈之下，她只能放弃治疗回家休养。这件事急坏了骆如娇的一双儿女，姐弟俩听村里人说有偏方可以治妈妈的病，就一起上山给妈妈采草药吃，但妈妈的病情还是日益恶化。姐姐为了照顾妈妈也辞了工作，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家老小的生活该如何是好？妈妈的医疗费又从何而来呢？小洛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就想出去赚点钱给妈妈，这赚不了医疗费，赚些买些营养品给她吃也好。妈妈病倒了，小洛很伤心，她才13岁，心里边想的却是怎么能治妈妈的病。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能做什么呢？小洛的选择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4月底的一天早晨，小洛趁小姨外出打工时决定离家出走，没带家里一分钱，也没告诉家里任何人，从没出过家门，更不知道广州在哪里的他，只能靠看路牌认方向。自己一直走，一直走，就急得最严重走错路，从那时候特害怕，怕又不知道是哪里是吧？有回的路又不知道，去的路又不知道，就像被卡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小洛走了足足20多天，终于到达了广州。小洛开始在广州街头为路人擦鞋赚钱，收费是1块钱一次。为了省钱，小洛舍不得吃饭，他晚上困了就去附近医院的长凳上睡觉，铺的盖的只有从家里带出来的一小张毛毯。小洛擦鞋救母的故事吸引来当地媒体的关注，通过媒体的报道，很多好心人向小洛伸出了援手。而在家中和他住在一起的小姨、姐姐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也不敢把他失踪的消息告诉病床上的妈妈。没有想到，觉得他就是从小到大就是还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啊，从小到大就是被我们很宠他的，这样什么事也不让他做的那种，就是想不到他会为了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到广州。小洛说自己对母亲深情的爱和朴实的行为，更多的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有好吃的什么东西先给老人吃嘛，吃完之后我们几个人再吃，要炖一个鸡，那个鸡汤就给婆婆喝，先喝完。从媒体上得知小洛擦鞋救母的故事和小洛妈妈的状况后，6月8号，广东39脑科医院特意派专车前往小洛的老家河源市龙川县，接小洛的妈妈骆汝娇进入医院进行治疗。这个病人在入院的时候，情况是很重的，根据他这个症状去判断，他是一个恶性肿瘤。他这个肿瘤呢，一个是体积比较大，第二，肿瘤所侵犯的重要机构比较多。医生从 CT 影片中发现，小洛妈妈脑中肿瘤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会影响他的生命了，短时间或者在某个时间，到了脑衰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突然就这个就对他生命就构成影响，或者心跳后来就没了。得知妈妈的病情后，小洛和姐姐心急如焚，手足无措。考虑到病人的病情严重，院方决定马上组织手术。6月11号，小洛的妈妈骆汝娇被推进手术室进行手术。这个长达8个小时并牵动无数人心的手术最终获得了成功。我说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有一点的失望我都要得钱，不要把2个小孩在社会上这么把人家换了这么钱。最后呢，我有手术之后有手术成功，我就感到很开心。我说我是你的孩子，你给了我生命就是我最大的福分，我就说我为你做这点事是应该的。
手术一年之后，小洛的妈妈还是去世了。医生说这已经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了，所以有人说这是小洛的孝心，让妈妈的生命在人世间又多留了一年。我觉得至少这份孝心让妈妈最后的这一年感到欣慰和温暖了。小洛13岁，擦鞋救母，这是一个跟她的年龄不相符的任务，但是她完成了。她的想法也很朴实，救妈妈，救那个给她生命的人，救那个爱她的人。父母跟孩子的情感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这有点像播种和收获的关系，每一棵幼苗你撒下汗水，它终将结出果实。我是卢一鸣，明天见。